大家好，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如何把这个网红的 Bubble Candle 变成一个美丽又可爱的蛋糕蜡烛。让我们来看影片。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款用 Bubble Candle 做成的蛋糕蜡烛。我们下一期见啦！